轮子，然后呢，就是他的话，之前也是那个什么什么高高的哈，然后他吃了这个之后呢，他就没有高了。我之前跟他说，他还不相信我，哥，你个朋友帮我续水，来个刷嘛哈，揉成这样子之后呢，把锅用锅哈，用锅去煮个刷嘛哈，像你亲个人，我一看吧，这在盘子这些连这些买，然后个刷嘛哈，来。把它捏出一团来，看到没有，各位串们？你们不是睡着了吧？你们怎么现在直播间有快6、700多少人？然后呢，你们都不说话的吗？你们是不是都睡着了？热水必须要用开水去灭哈，烫面哈，必须要用开水去烫面。然后呢，把它这样子哈，把它弄成这样子的圆形状之后哈，看到没有？把它这样子弄成圆形状之后呢，开水下锅哈，开水下锅去煮，煮个多久呢？煮个15分钟，看到没有？正在看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你们都睡着了呢。是不是因为有很多姐姐阿姨们之前都说哈，想要去学，然后呢，没有学到。来，各位帅们哈，看着哈，像子英这样子的大的，就是小小的都是可以的。太大了，对，你们可以做小一点嘛。我是让你们更容易去看嘛。开始没有看到，开始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教程的，看了半天就等荞麦粉是不是？就说哈，它是这样子的哈。然后呢，前面的话呢，这样子揉面的话就是开水去烫面，烫完面之后呢，用手去揉，你可以加点白糖，我就喜欢吃甜一点的。因为你平时哈，你就说哈，平时喜欢吃甜一点的，你就放点白糖、蜂蜜水都可以哈。我是紫金的老粉，谢谢我们各位刷吧哈。然后呢，这样子揉好之后呢，我们弄点冷水哈，弄点冷水，这样子用手去揉一下哈，它的话就很光滑，很光滑，各位刷吧哈，只需要揉一边就可以了。看到没有？太大了吃不完，你可以做小一点嘛。然后呢，直接热水哈。这个水要开了的时候下锅去煮，煮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弄下一个，给我们弄个小的，看到没有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上了再讲呀，上了再讲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哈，各位帅们，想要的各位帅们的话呢，稍微等一下，子英哈，我把这个做了的话呢，我就给你们再上一点就可以了哈，这个的话做小一点哈。以前叫的是蒸，以前叫的是蒸，现在叫的是煮。对，蒸煮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。煮的话呢要快一点嘛，蒸的话要蒸个20多分钟，煮的话呢你就煮个10到15分钟就熟了。什么粉？荞麦粉，够帅吗？哈，荞麦粉它是一个粗粮，粗粮吃了的话，它是一个对于我们粗粮的话，它是还有很大的用处。对于我们这个饭袋，你们都知道饭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？煮的不烂，它不会烂，蒸的也不会烂的哈。这个做大一点吧。这个有点大，这个炸的话就是让你们看一下，这大的话呢你可以做小一点也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各位刷们，对，开水去煮开水去揉面、烫面，把这个荞麦粉把它怎么样？把它这样子烫了之后呢，把它搅拌，边加水边搅拌，然后呢加点白糖，对，荞麦粉，然后各位刷们哈。荞麦粉它不仅是一个粗粮，有没有人知道荞麦粉是拿来干嘛的？不知道姐姐阿姨们，现在去百某度里面去搜来看，凉山荞麦粉它可以，它不仅是一个粗粮，还是一个什么呢？还是一个对于我们饭袋，就是我们一个田一个月的那个字哈，就是那个什么字哈，小胃胃是特别特别好的，各位刷嘛哈，就是之前啊，之前子英的话呢。我哈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还很小，因为我妹妹的话呢，就是小时候就是不爱吃饭嘛，然后在学校里面的话呢，经常哈不吃饭，然后呢后面的话呢是就是肚子痛嘛，然后呢后面就是我爸爸去带她去医院里面去看，然后没有想到是，你想一下10几岁的孩子有一个那个胃不舒服，然后呢天天肚子痛，然后后面的话呢是怎么样，每天都会去给她吃这个荞麦粉，拿来冲水喝或者拿来这样煮着吃蒸着吃。给他吃了可能有3个星期左右，3、4个星期左右哈，
现在的话呢，没有说过，因为就是肚子痛了，就没有说过肚子痛了，我连一句话都不要说。来，好了，我丢。应该蒸的比较好吃，煮的也好吃，蒸的也好吃，各位双胞哈，蒸煮都是好吃的哈。煮的话呢，煮个15分钟，我们现在的话呢是5:20，然后呢5:20，5:35的时候就可以捞锅了。不是煮着吃吗？煮也可以，蒸也可以哈。蒸着吃的话呢要蒸个20多分钟，然后有点懒得等。然后煮的话呢，你们的话就是哈，煮个15分钟就熟了，这个水的话也不用那么多。蒸起来比较好吃，没有水分。不，我觉得煮的话也比较好吃。煮的话呢，它的口感比较软一点点，更帅吧？对，是用开水去和面哈，开水去和面，开水去和面哈。然后呢？各位帅吗哈，有人说开水可以直接冲着喝吗？上车是不是可以？各位帅吗哈，来，想要荞麦粉的话，各位帅吗哈，想要荞麦粉的话给子英扣个小一，我看一下。反正之前的话你们有很多人都说想要荞麦粉，只不过我一直都是没有去收，不是没有哈，是没有去收，然后呢我又没有，一直都没有给你们卖。有多少个人想要的，你们今年扣一的人越多，我直接给你们上一个福利价格。各位帅吗，以少我又按我之前的价格给你们上，如果说扣一的人越多，我又给你们上最福利的价格。今天不是说给你们少1块钱2块钱，今天不是说给你们少1块钱，给你们少2块钱，各位帅吗哈。我看一下我现在直播间的话有500-600多人，500-600人，我看一下，一扣的越多，我给你们照的福利就越高，你们把我弄开心了，我给你们，对不对？一个福利价格很简单。锅里的什么饼？子英之前吃的那些哈荞麦饼，够酸吗哈？那个是，这个是我之前给你们吃，就是天天吃的哈荞麦饼，有很多人都说哇，你这个荞麦饼的话看着很好吃的样子，够酸吗哈？来，今天哈，这个粉的话要你这个三个要用多少粉？这个三个的话可能半斤差不多。这个的话，因为用开水去烫面的话，它还会怎么样？还会泡发一点点，它还会泡发一点点，够酸吗哈？我们家小孩子也是在学校里面吃出，对，各位帅们哈，家里面或者你们自己哈，这个胃不舒服的哈，直接去买这个荞麦粉，你不可就是不仅拿来做饼吃也是可以的，煎饼也是可以，然后呢也可以拿怎么吃，也可以拿来用水去用开水去冲着喝也是可以的，各位帅们哈，亲哥的不干哈，来各位帅们，我去年我卖多少钱你们应该也知道，我去年我卖的是3斤78，我去年我卖的是3斤78，各位帅们，因为它是一个粗粮，只有大小粮山有这个东西，我小时候我们家都种这个东西，但是后面就是全部都是种树了嘛，然后后面就不种了。各位帅们，我去年我卖的是多少钱呢？去年我卖的是78三斤，但是今天我的话呢，已经很久特别久不用卖过荞麦粉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苦荞粉吗？不是苦荞粉，苦荞粉别说你们子英都吃不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苦了。这个是甜荞麦，甜荞麦的话呢才是最好吃的，我觉得我个人口味。来，各位帅们哈，今天不卖你们79，不卖你们69的我都不要，58三斤不过分吧，对不对？直接来准备我们手速跟网速，39三斤给我们上车，你们能拍就得拍了，就没有了哈，各位帅们，39三斤哈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各位帅们，我然后呢，我给你们上个20单，20单过了，我就要改成日常价格78三斤哈，我说实话，20单拍完，我要给你们上78哈，因为我不可能天天怎么样，天天给你们卖便宜一点哈，我这个的话呢，要给你们卖贵一点，各位帅们哈。前20单我给卖39，前20单我给卖39，后二十单我要怎么样？改成日常价格78一斤，各位帅们哈，我不管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拍到，来各位帅们，来，直接给你们上车，你们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了哈，39，各位帅们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哎，39，各位帅们哈。
上车，来倒数五个数，只有20单，20单拍完我就要改成日常价格78一件，39个也算，你们去哪里去买三斤荞麦粉呀？纯纯的荞麦粉，它是一道荞麦粉哈。来，5 4 3 2 1，下方一号链接直接去拍，你们能拍就有，拍了就没有了哈。39是三斤各算吗？我去年卖的有很多很多老粉都是3斤78，他们都有很多人都买过的哈。但是今天的话呢，你们老粉的话也不要说子怡，你去年为什么卖那么贵？去年卖的贵的原因的话呢，是今年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？是因为想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尝到这个荞麦粉，然后等以后你们吃好了，对不对？吃好了的话，你再找了子怡来买就可以了哈，各算吧哈。然后呢，这个饼的话做了可以放几天？你吃多少，你做多少。饼的话呢，新鲜的做了吃才好吃，各算吗哈？新鲜的饼才是最好吃的哈，各算吗哈？有抢到，我刚刚都说了，我上23之后呢，我就要改成78的油，你们答应过我，你们说好的，你们刚刚说都是老粉要一视同仁，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子说的，我可是老粉，但是我话说出去了，我不可能把它咽回来吧，各帅们。我刚刚说我上了23之后呢，我就要改成78，你们说好的，你们说好的。然后呢，你们现在又反悔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理过。我也是老粉，多上一点。各帅们，好。好的，几年的老粉了，我知道各位帅们哈，行，今天的话呢，我说不好，你说不好是不是？来，各位帅们哈，这样子，我再给你们加点库存，这样煮不会糊掉吗？不会糊掉哈，煮15分钟它就熟了，我们等到5:35的时候就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哈，各位帅们，来，刚刚没有拍到各位帅们，准备我们手速跟网速。别说子怡不爱你们哈，我很爱你们，所以说我才会给你们上39。我刚刚明明都说了，我说我上了23之后，我又改成78一斤的。明明刚刚你们都答应我，然后现在又说不行，来，可以。谁要你们那么平时那么照顾我，然后呢平时陪了我那么久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帅们哈，这样子我再给你们加个20斤，拍完就没有了哈。来，5 4 3 2 1。下方一号链接直接点去拍，你能拍就有，拍了就没有了哈。反正我觉得哈，手速拼网速，能拍就有，拍了就没有了，各位帅们。刚刚我上了23秒没三秒钟都没有哈，1 2 3，他马上就拍完了，各位帅们。下方一号链接，荞麦粉是有去皮的吗？有去皮的吗？荞麦粉它是一道荞麦粉，各位帅们哈。这个的话呢，我这锅里面煮的是第一道头道，各位帅们哈，头道。饼粉是白的，饼为什么是绿的？对，这个就是荞麦粉的所在。荞麦粉的话，它是一个粗粮，它不像外面你们去外面去买那种哈，你们去外面买那种的话呢，白色，对不对？买到的是白色的，然后呢做出来的话呢也是白色的，那种是不纯的，那种是3-4道粉、4-5道粉。这个的话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道头道荞麦粉，够帅吗哈？来，最后四单。拍完就没有了哈，拍完就给我们过掉了。今天39，各位帅们，39是三斤，不是一斤哈。我这样子卖的话，可能会引起公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直播间的话卖的都是79、89、99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卖39三斤的荞麦粉，各位帅们哈？对，纯天然。然后呢，平时哈，你们的小胃胃这个地方哈，小胃胃不舒服的哈，直接去拍，或者是平时就感觉你们，就感觉哈，我们就是我们家里面小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不爱吃饭，然后呢，导致我们的这个胃有那个什么什么炎呐、痛啊、胀啊、酸的那些都是可以去吃。然后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1+2=3的人也是可以去吃哈，1+2=3也是可以去吃的哈。这个应该熟了，这个小的应该熟了。看，煮个15分钟不到，它就熟了，各位帅们，因为它是用热水用开水去烫的面哈。新鲜吗？头道粉，各位帅们，我为什么今年没有卖过荞麦粉呢？是因为这个是头道粉，所以说我才会给你们卖最好的品质最好的，各位帅们哈，头道粉。
它不是第二道，它不是第三道，它是头道粉构成。什么叫头道粉呢？一道粉就是头道粉，头道粉是第一次打的粉，然后第二次、第三次才它叫三道粉，第二道粉各摔嘛哈。开水哦，开水冲泡要多久才能喝？我一会儿教你们怎么喝，你们先不要走，我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呢，我教你们怎么去冲水喝哈。对，开水下锅煮就可以了哈，各摔嘛哈，开水下锅煮就可以了，这个浮起来就熟了。他们记得不了这。开水哈，各摔吗哈，开水煮，开水煮就可以了哈，开水煮就可以了。哇哇哇，好烫好烫，烫死了，看到没有各摔吗？刚刚没有看荞麦饼怎么做，是不是啊？荞麦饼怎么做？不知道怎么做，等一下哈，来各摔吗哈，我拿来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我也没有看到就拍了，你先拍，然后呢，我一会儿再教你们怎么。啊妈，有点烫，太烫了，烫得很，各摔吗？要不先放凉一下吧，有一点点的烫，看着哈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看到没有，软软的软软的哈，但有点烫，我的手都拿不稳了，各位帅们看到没有，它很软很软哈，平时各位帅们这个的话也应该熟了。哇，烫死了我，你看到没有，我才煮个十分钟，不盖锅子不修盖子烧吗？不用哈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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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浮起来就熟了，我的天哪，来往这里面开，你的纯荞麦粉确定是发了纯的吗？我不会给你卖羊头挂狗肉，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哈，你可以放心，如果说你确实不放心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的话，你还要再就是还要再确定的话，那我不知道说了几遍了，各帅们哈，看到没有各帅们，有人的，就要要你来，看到没有各帅们哈，看到没有，它很软很软哈，它很软，拿来煮了的话它是很软的哈，你原谅点啊，不行，看。特别特别软哈，各帅们，这个的话呢，各帅们特别特别香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然后呢，需要加糯米粉吗？不需要加任何一点点糯米，什么糯米粉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粉不用加哈。这个放高一点吧，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，各帅们？你们哈，之前没有买过、没有吃过的各帅们，直接去拍来，等一下。来看着哈，阿猫家里有点烫，哎，烫死了。能，我以前煮过，好像比这个干。干什么意思？能蒸吗？哦，你说这个不干是不是？把它放凉一点点，把它放凉一点点的话，它就会怎么？它还是会很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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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特别干哈。但是它很软，煮的话呢才比较软一点点。看到没有，哥帅们？看，我今天都吃了一个荞麦饼了。看到没有，哇的天哪，看到没有各帅们，软的哈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主播烧好能放多少天，你吃多少就做多少，这个放了的话它就会有点硬哈，放的话就放了，煮你煮了不吃的话它就会有点硬，各帅们哈，来再给我们弄一个给你看一下哈，哦，烫死了，看，烫死了，看到没有各帅们，特别软哈，特别软，特别特别软，您这样子哈，平时时不时的吃个一个两个，
我们做不好，做得好，姐姐阿姨们做得好哈，很。